早前我们介绍了三个游戏元素，包括结构规律、鼓励挑战和全程投入，而最后一个是呵护滋养。家长透过身体接触和呵护，可以稳定小朋友的情绪，让他感受到爱、安全、温暖、有依靠和备受照顾。当小朋友享受到和父母之间的亲密时刻，就会觉得自己是值得被人爱惜，和是一个有价值的人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家长为小朋友吃东西、帮他们梳洗或者搽润肤膏，都会有呵护滋养的元素。人肉单车机只需要亲子两个人瞓在床上面，大家抬起双脚，脚掌贴脚掌，好像踩单车咁前后踏。熟习了动作之后，家长可以指示小朋友调校速度的快慢。好多时候我们会透过说话去建立亲密窝心的关系，其实透过玩游戏的身体接触都可以建立。当大家脚板贴住脚板，互相感应对方的速度和力度，小朋友可以感受到和家长是很亲近，可以得到对方的支持。大家不一定要玩得很快或者很激烈，应该慢慢感受亲子间的甜蜜关系。如果有时间，家长还可以帮小朋友做脚底按摩。手叠手这个游戏是可以多人参与的，当大家坐好之后，每人就轮流将手叠在对方的手背上面，而在最低层的一只手就要尽快拿出来，再叠在最高的位置上。玩这个游戏除了带来欢乐，还包含滋养的元素。有些小朋友很怕被人掂到自己，但透过游戏，家长可以在有趣自然的情况下触摸小朋友，让他感受到安全和温暖。游戏还可以考下小朋友的反应，让他练习跟着大人的方向和速度。